欢迎收看《魔兽英雄传》第37期。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持续的着重的讲一下黑龙一家子的故事。那今天就从人气最高的奥尼克西亚开始说起。她是黑龙王死亡之一的女儿奈法利安的妹妹，借此得名。她还有着另一个让所有魔兽玩家津津乐道的称号——黑龙美眉。但千万别被这可爱的称号给骗了。他和奈法利安一样，都继承了黑龙一族的邪恶血脉。当暴风城刚刚重建恢复，奥尼克西亚便化名为卡特拉娜·普瑞斯托，混入了暴风城的贵族之中。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奈萨里奥正好也玩着 cosplay， 自称是奥特兰克的贵族普瑞斯托领主，出现在众王面前，凭借着绝佳的才华以及魅力，很快就俘获了众国王的心。虽然并没有任何一位国王知道他的来历，老爹的成功让女儿的渗透变得轻而易举，再加上她性感的身姿和独特的社交技巧，普瑞斯托女士很快便拿下了暴风城的贵族议会。她潜伏着，一直在等待瓦解暴风城的机会，终于石匠工会的讨薪行动成为了奥尼克西亚的目标。她在背后不断挑拨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最终让付出了无数血汗的石匠兄弟们徒劳无功。无声的抗议和游行逐渐转变成了一场暴动。年轻的国王瓦里安陪同他的妻子蒂芬试图在公众场合安抚民众，却不幸被兄弟会成员乱扔的石块击中，不幸丧生。受此打击，爱妻心切的瓦里安国王陷入了长期的消沉，将暴风王国的政务全权交给了普瑞斯托女士以及摄政王博瓦尔福塔根处理。正是在这期间，奥尼克西亚肆意加重杂税，激发阶级矛盾，同时又放任迪菲亚的为非作歹，终于演变成了暴风城内贵族们的朱门酒肉臭，以及暴风城外百姓们的路有冻死骨。博瓦尔虽有怀疑，却未曾有任何大的动作。这样的瓦解行动持续了十年之久，终于瓦里安国王在安杜因的鼓励下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再度亲政。可就在前往塞拉莫会见部落酋长的路上，奥尼克西亚伺机将瓦里安绑到了奥卡兹岛，用法术强行将国王一分为二，并将柔弱的那部分带回暴风城继续掌控，强大的部分则被他洗去了记忆，留在那残酷竞技场自生自灭。奥尼克西亚为自己完美的计划沾沾自喜，可他万万没想到，另一个瓦里安竟然能在鲜血竞技场杀出重围，联合瓦雷拉和布罗尔熊皮重新回到了东部王国，并成功救出了被关在黑石山的温德索尔元帅。得胜归来的同时，也揭穿了黑龙的阴谋。尽管腹背受敌，奥尼克西亚却依旧非常强大。他一掌拍死了揭穿一切的温德索尔元帅，抓走了年幼的安都因王子，逃回了自己在城里沼泽的老巢。两个瓦里安急得焦头烂额，亲自率领暴风城最精锐的士兵冲入黑龙巢穴，借由奥尼克西亚口中喷出的火焰，国王合二为一，竭尽力量的一击将奥尼克西亚的头给斩了下来，浩浩荡荡将龙头抬回了暴风城，挂在了城中央，一方面向人民展示国王的威武，一方面将这十年的人民仇恨全推给了奥尼克西亚。后来大灾变开始，死亡之翼实在看不下去，便飞到了暴风城夺走头颅，
借由奈法利安的生物技术，奥尼克西亚被改造成了无意识的、由针线缝合的、仅仅具有放电能力的机械怪龙。可没活多久，便被贪婪的冒险者们给彻底消灭。但他的破坏行动无疑是黑龙一家子里最为成功的。就时间线来讲，奥尼克西亚的执政时间横跨了数个版本，沃三时期就已经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直到80年代前夕才算彻底结束。这10年腐化对暴风王权所造成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直到现在，暴风城的周遭依然破败，百姓的生活依旧不堪，西部荒野远比之前更加凄惨，而瓦里安却有心无力，连年的战争、大灾变的灾害，最终导致现在依旧存活在那的百姓只得逐土为生，这也是联盟无法抹去最黑暗的篇章。就连那位无比崇高的博瓦尔福塔根公爵也因为黑龙事件心如死灰，愧对温德索尔元帅以及国王的信任，毅然决然选择成为北伐诺森德的先锋敢死队。那这一期《魔兽英雄传》就到这里结束了，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优酷和土豆的自频道，咱们下一期再见，拜拜。